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一下午去哪儿了？老爷交代差事。一身脂粉。一身脂粉是烧纸钱的味道。雷子说你和大佬去了风里工作。这么大不是自己的错。凤香堂的女人个个风情万种，全都是玩真的。你们男人是不是看见了就受不了，对不对？这话你听谁说的？你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，所以你就是不是？你给我把衣服脱了，脱得干干净净的。脱衣服干什么？想什么呢？我是让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了。闻着是脂粉味，我头痛。脱。等我，一件一件，慢慢的脱。